唐薇薇，为什么从小到大，无论做什么事，在你面前都像个小孩呢？还记得当初我爸妈把我丢给唐叔的时候，是你一直在照顾我。可能是种本能反应吧。直到高一的时候，我坚持要出去去住校。云阳，嗯，搬出去之后要照顾好自己，还有就是不要吃糖。好。然后我就发现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喜欢你。可能你不记得了，当时是一个住手。然后你就抱着我从学校门口跑回了家，骂也没骂我。自己不能再把你当做青梅竹马的姐姐来看了，我呢想追随你的脚步，想和你站在一起，想要娶你回家。原来你的计划比你的表写的还早，不打自招。我有什么办法呀？你什么都好，还有一大堆理由来搪塞我。我呢又拗不过你，我能怎么办啊？我太难了。哎呀，我好像肚子饿了。作用虽然微小，但是若遇到一个好的包容者，将负面情绪接纳起来，允许它的存在以及表达，我们都将从成长的过程中学习到人生的圆融，从而协调矛盾存在的本质，协调彼此的爱。